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董伟伦，大家可以叫我小草。那我也是之前意识力的团员，也是团长之一。那我现在里面呢是负责高音 vocal。那我的专长呢就是唱歌还有跳舞。那我擅长的舞风呢是 breaking。那我最近非常喜欢一段舞蹈叫做《爱的抱抱》，哎呀呀，爱的宝宝。以上是我简单自我介绍，谢谢。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自己，会不会有伤心？但是有如果，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可惜？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